文建会主委单志仁于3月17日前往文建会所属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访视，深入了解该馆营运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台东我们应该尽力协助来加强这边的一些文化艺术的建设哈。那我们也看了那个漂流木展览的会场，这个在过年期间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哈。那我们觉得说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应该尽量举办，帮助台东加强文化艺术方面的吸引力，让游客来到这里也可以增加这个观光的产值。盛主委首先到台东市海滨公园参观台东生活美学馆举办的东海岸漂流木艺术创作展，随后并到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听取简报，以及观赏台东重要艺术家邱行察百岁画展，并亲自拜访百岁人瑞画家邱行察。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东报道。